我们看到全球最漂亮的就属于台湾台东后花园了。这时候我们刚好来做一个最好的分享，就是用餐这个功德非常之大啊。那我们今天刚好整个太平洋呢非常的多的这个云雾云雾在海上啊。那我们现在呢开始在供佛了。在供佛了，也看到呢这附近呢我们这个莲花池也开了莲花池，还有非常可爱的青蛙那么这种回归西方极乐世界那青蛙的莲花好，祈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自身像莲花金发愿已当一发愿当发愿回归净土